哇，这一次呢，看一下这一次的报酬最后的本垒攻防，哎，这边是奥多，哇，两个人在本垒中了一块英雄惜英雄哦，这一刻会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感动，但是李彦平总教练这边出来说这托马德，对，我要看重播辅助判决，但我第一时间看，我觉得改判几率应该可能不高了。投手的补位非常的及时，嗯，哇，用技是整个把德保拉的右脚给环抱住，好像在 WWE 摔跤一样。最后的判定呢，苏老师奥多，所以并没有改判，维持着原判。狮队的第三个出局数很可惜是在本垒发生，这个半局还是没有办法得分，双方依旧0比0。 亲啊，看完影片不要忘记给我们按一个喜欢，还没订阅的朋友帮我按一下订阅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漏接每支精彩影片哦。